然后必须老实跟你讲，我们把他的眼睑解开粘黏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在他那时候我们直接这样子清醒着清就可以解开的时间，所以目前来讲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对他的那个眼睑，就是直接醒着对他的眼睑粘黏，就是做很多事情。我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做还可以把它解开的时候。后的病毒除了造成眼睛的问题之外，最重要就是上呼吸道的感染。他从进来到现在，我也没听到呼吸，然后鼻子这边也都很干净，也没有喷嚏，也没有鼻塞，所以我觉得他的疱疹病毒是有改善的。而且其实他现在的结果都不很红了，就是那时候在很肿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里面都很肿，他现在也都不肿不红了。